深入人心这个节目非常非常特别，能有重唱环节。我们今天来说一下美声二重唱。我们把我们的个人表达进行交融了之后，逐渐的融为一体。演绎美声重唱需要注意的是，你一定要多有一点理智，留一个耳朵给搭档。说话，哎，你怎么唱到我的调儿？欣赏美声重唱，您需要在意的是最重要的就是和谐，不和谐不好听。你要把你的情绪给到我。对了对了，就这个。这将是一场声音与个性的碰撞。星期五晚8:10，特伦苏有机奶深入人心。